行，你这身穿搭感觉马上就要收到红包了。春节应该怎么穿搭？希望这条视频出的还不晚啊。我呀特意为了今年虎年春节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卫衣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件华伦天龙的刺绣重工卫衣。你们看这细节走线还是红红的老头，哇塞太帅了，而且刺绣感还特别有中国风。走起。哎呦我去，哎你别说哈，这卫衣裁剪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看后面还有俩口袋的，也不知道非放啥，可能是怕红包太多没地儿放啊。一般来说哈，大家一想春节可能想就是红色，那一看红色呢就想起 Supreme 这牌子。然后我找了一下，在我的衣柜里发现这么一条，哎就是它，这条 Supreme 迷彩裤是最经典的黑白红作为颜色基调，细节呢也是写满了 Supreme 元素。然后我们试一下看效果，看嘿，看的还不错吧，暗红色老虎配暗红色裤子非常的和谐，但是总感觉还是少点春节氛围，怎么办呢？加一些小配饰，比如说这种大红色的 logo 随便选一个就可以。然后呢鞋也是关键，如果你没有红椰子哈，就选它吧，多少跟春节沾点边儿。然后试一下，现在看一下春节氛围有没有，我感觉还是没有。把咱使出最终秘籍大杀招哈，祭出我的大红色冲锋衣，这也是 Zenosuit 和 Supreme 联名的这款，这个再穿上不可能说我没有过年氛围了吧。行，你这身穿搭感觉马上就要收到红包了。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超红色，但是不能告诉你，走吧，出门串门去了。春风吹十里，引起报新年，爆竹声声起，好运又一年，走过一片世界，还是我。